把这个偏心轴放上去，然后把搞点油，搞点油，偏心轴上上点油，再把轴承这样大头朝下，把这个工装放上去，往上敲。这个是干嘛？这个压根里面放一个卡簧，放在那个中间。中间里面。对。哎呀，没拍到。没拍到。重新拿一个卡簧做个样，再拿一个卡簧做个样。啊，把压棍放在地上，装一个卡簧在中间，装下去。行。然后再把这个轴承壳外壳。这个口大的朝上面，对，